是娱乐圈众所皆知的社恐明星，面对众多人时容易感到不自在。而日前他获颁第80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终身成就奖。今日回到香港时，大批媒体已经在现场等候。当他正想要穿过人群上车时，刘嘉玲立刻拉住梁朝伟外套，把他抓了回来。而他也只能停留在原地，捧着奖座给媒体拍照。这画面一出，瞬间让网友全校翻，直呼营地被逮到了，像猫咪被主人捏住后脖领，一个社恐，一个社牛，笑死我了。夫妻俩有趣的互动方式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。Bye.